相对位置的参照。那请同学开启呢，第八课哈佛中学三年甲班成绩单。那如果你的字型看起来不是粗的呢，好，字型可以改粗点比较好看。那不改当然没关系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我们开启这个点选在哈佛中学之间的这个往下拉，这个我们前面做过，对不对？那做完以后呢，我们要请同学看一下，当我们点选 G3 的时候，公式是 C3D3E3F3。当我点选赖义安的361分的时候呢，公式会自动修正为 C4D4E4F4 哦。哦，这个是叫做相对的参照啊。那你可以把它开点哪一个呢？在公式的地方，这边有个显示公式，你看我们往右边移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呢，公式原是 C3D3， 当你复制下来，它自动变成3，变成4，变成5，变成6，变成7，它会自动修正位置，这个我们称为相对参照位置。